来，给你们吃糖。糖这么多糖，哎，是有啥喜事吗？这是人家男朋友啊，为了庆祝他升职，特地为他准备的呢。丢丢，给你一个，谢谢。丢丢，你前两天向我们刚通过吗？那个，如果你想要的话，我也可以。跟你说多少次了？工作时间继续勤劳点。我这。那个，我之前辛苦做的项目不是过了吗？某人就没有什么表示吗？表示？你想什么表示？就没有吗？没有。你，我私底不会，你随便啊。不是，哎，去，他肯定偷偷藏了什么东西。在哪儿？小金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下电脑。啊，对了。你们那个糖是？哦，我男朋友送的。我看丢丢好像也挺喜欢的，不需要送给你。那些都是小孩子玩意儿，我哪有？丢丢，送你的。哇，真的？这是？工作时间，自己做就无关的事情。工作去，工作去。不是你，你不给我准备就算了，凭什么还不让我拿别人的？伸手。啊？伸手。你不会真的给我？给你的。哇，这是你做的？拿着。其实啊，不管你项目有没有完成，你想要的我都会给你。